王力宏出道24年，2018年启动第五次全新大型巡回演唱会，目前已经接连唱了20场的他，今年6月将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粉丝们用行动力挺支持，把门票全数秒杀啦。26号中午，王力宏演唱会门票开卖，网上瞬间涌入超过10万人抢票，11000张门票只花了34秒就卖得一张不剩。力宏得知消息后也直呼超开心，除了感谢歌迷一路陪伴，接着也宣布再加场，让没买到票的粉丝再现希望。而王力宏最近积极健身，日前也秀出金石的6块腹肌。被问到演唱会上会不会秀激情，他也笑回要跟造型师讨论。哇哦，想听力宏的好歌声，又不想错过他好身材的人，下一次抢票手脚记得要快一点啊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